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听卢台长的白话佛法。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收听每星期天的12点有半小时的白话佛法节目。那么很高兴在空中呢和大家说白话佛法。实际上佛法很深奥，但是呢用白话来解释，那就让人能够理解了。所以台长跟大家呢就是用这种方法使大家呢能够学佛。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呢稍微讲一点呢是叫功德。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功德，那么有些人也要问，那么功德和我们做善事的不同，实际上功德和善事真的还是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善事呢是你在人间做的好事情，然而功德呢已经是经过了佛法，你学过佛法的人才会懂得做一些善事，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你的那个善事呢已经转化为功德了。所以呢这个里面是有很大的讲究的。今天台长呢就跟大家再讲讲呢啊功德。那么首先呢台长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叫功呢？啊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啊你做一件善事是从内心发出的啊你就有功了。就是用心来做这件事那就有功了。而且呢是由本性啊佛菩萨的佛性来做这件事情，那么你就称为功德了。所以人在做善事的时候最好要看他的发心。虽然你做的这件善事，但是你发心不好，那么你也是没有功德的。如果你想帮助一个人，而你不用的是佛菩萨的慈悲心去帮助他，而为了某一件事情想从中得利，那么你这个只能算作一件善事，而不能算为功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学了佛之后你所有做的事情都是经过大脑考虑的，所有做了任何的事情善事之后呢你都能够从一个点出发，这个点呢就是你所理解的佛性。台长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有些人从来小时候就不喜欢吃活鱼活虾，那么有些人呢他是吃的，那么如果哪一天这个吃活鱼活虾的人他在菩萨这里发愿说，观世音菩萨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吃活的活的海鲜了，因为我知道要做善要有慈悲心，那么是这个人的功德大呢，还是一个从小就不爱吃海鲜的人功德大呢？因为从小不爱吃海鲜的他是没有功德，因为这是自然界的，他是自然养成的一种习惯，就是他不爱吃这些东西，和你用心发出的功德那是两个概念。所以发心很重要，一个人如果学佛发心好你就有功德，如果你发心不好，即使你做的是善事也得不到功德，只能得到一些善的回报。听众朋友们，
佛法讲，念佛需善发心者，因为为什么呢？学佛的人首先要学你的良心啊，你的良心很善良，而且你的发心很好，那你才能学佛呀。如果这个人很恶，心又不善良，发心又不好，你说他能学佛吗？所以心呢，实际为修持之主啊。也就是说，当你的心是为了修心持戒，都是主要的。这个主要的话呢，实际上修行持戒都是你的心啊，所以称为心为修持之主啊。所以我们要发心，要念佛，心很重要。如果你的心念一句佛，念一个经文，行一个善事，因为你和菩萨的四宏愿合在一起了，那你就功德无量无边了。所以我们做人做事情要看这个人的主流意识，如果这个人的主流意识不好，也就是说你的发心不好，那么你也不能让你所做的善事成为功德的。况且身口意三业，大家知道人的身体会犯错，人的嘴巴会讲错，人的意念会犯罪，这个三业啊已经很难让你能够把位置放在正宗的佛法上了。因为很多人的身口意三业是随着你自身在人间的恶业而成长的，你的恶业越多，实际上你的身口意造业也越多。如果你的恶业越少，你的身口意也是越少。所以要学习佛菩萨，以念佛立身为是乎哉啊。听众朋友们，大家知道我们学佛做人发心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心呢，讲讲容易，那你这个心怎么发的呢？因为人的毛病是唯求自利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心啊都是唯求自利，就是求什么都是为自己的，不容易为他人想。我们就是要学佛菩萨，做人要为人家想。所以不愿利人，也就是说人心若唯求自利，不愿利人，这是人的毛病。我们求菩萨也是为自己，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为自己，我们今天所有的事情都是想到自己而没有想到他人，叫不愿利人呢。所以所行之事啊虽多，我们天天做了很多的事情，而所得之功德甚少啊。因为你每天做很多的事情，你是为自己的，所以你就没有功德。因为你每天做很多的事情，你虽然是为自己的，也没有伤害到人家，这也是没有功德的。很多人即使想到帮助人家了，但是他的意念当中存在着一些杂念，也是为了自己才去帮助人家的，那叫有相布施。像这些呢，他的功德也是没有的。况且现在很多人一方面没有功德，而且呢经常还会有害人之意啊。为什么呢？
人现在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人到了一个觉得不害他人，他心中无法忍耐所承受的压力。就像很多人为什么夫妻之间，丈夫在单位里被老板受到压力了，回到家就要拿妻子出气呢？就像很多妻子在孩子身上不开心了，回到家就拿孩子出气呢？这就是人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来舒缓他内心的孽障，只能用亲人害人之意而加之啊。只有害人，只有对人家不好，他来发泄他内心的那种不快之意啊。所以学佛之人应该杜绝之，应该完全的不要去这么做，因为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因果所为啊。听众朋友们，台长现在跟大家讲功德，那么要记住，我们要自己的心要放在当中，我们做任何善事，做任何好事，都要以心放在当中。我们所念的佛菩萨，我们所有做的善事，才会觉得没有完全的功德。也就是说，所念之佛，所行之善呐，亦非全无功德，因为你有一个很善良的心。但是要记住，台长在这里告诉大家，也并不是说全有功德，也不是全无功德呀。然而，如果行善事、做功德，没有佛心，没有善心，没有出发点善良，实属百千万亿分钟，仅得一分半分而已啊。也就是说，功德太少太少了。然而，因为你的功德太少，犹如像储蓄一样，你用出去的多，而赚进来的少，那么你的功德就会变成没有，而取而代之的是你的孽障。因为人的恶念之过，亦复不少啊。也就是说，人的恶念可以每天重复的在不断的加深之啊。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意念，今天你是做这个事情了，明天你恨这个事情了，后天你想起来又会再恨，大后天你一想起这个事情还会再恨，这些恶念也会让你不断的加深你的孽障啊。所以修行人必须要善于发心，要不止念经人耳。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动不动就要发善心，要永远不会停止的念经在人的耳朵里。所以要记住，念经是有功德的，但是更要学习发心啊。发心正，人的佛法学修也会正；发心邪恶，人的佛法也会邪恶。要记住，任何一个人只要在人世间一边学佛，一边对人家的法门、对人家的佛法进行攻击，这个人他第一没有功德，第二他就是造口业，第三他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学佛人呢？他学的法门如果经过他这一番的深口意之后，他就是所学法门变为面目全非。所以圣之再圣之啊，此乃人之大患。
一小时的佛，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功德。因为你一个小时，你哪怕做了半个小时，你学着菩萨救度众生，你所做出的事情都是功德。因为你是学菩萨呀，因为这是从你内心发出，觉得他们很可怜，我真的要救他们。你所有与他讲的话做的事情全部都是有功德的。然而你要与他讲的时候，因为他是你的亲戚或者朋友，或者你带有私心和利益，虽然你讲得很努力，但是全部都成为善事而与功德而远之啊。所以大家要学习明白，台长经常跟大家讲，见性是功啊，平等是德呀，要明心见性。我们做人要学会看人的本质，人的出发点，这就是德，这就是悟。因为有悟才会德呀，如果你悟不到，你就不会有真正人之本性的德能出来。所以不管你前世修了多少，你的今世一样会得到多少回报。但是要记住，这只不过你开始出发心的一种平等。然而等到你真正理解平等是什么呢，那就是建立在这个证悟到佛性的基础上。所以许多人就会求福报，他们不懂得求功德。实际上功德能够消除人身上的孽障，而福德只能加重你身上的业障。所以求福的人，他等到一天他福享尽了，等待的就是他的业障。所以我们要求功德，要消除我们自身身上历累世积累的恶业。所以天天求孩子啊、身体啊、财运啊这些福报，等你求到的话，也没有几年可以给你带来在人间的欢乐，而真正把你带给你的就是烦恼。因为当你的孩子身体好了，工作好了，财运有了，你接下来的烦恼就是你老了，你要走的时候你又舍不得他了。而人间的福报给人带来的是一时的顺利，一时的有身体好，一时的财运，而不能保持你的永久性。所以这些求来的东西对我们学佛之人又有何用呢？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讲了一些功德。实际上人呢要明白，功德一定要好好的去做。因为没有功德，这个人活在世上就等于没有一个基本的要素。因为一个人他基本的要素就是这个人的本性，用现代话讲叫他的品质。一个人的品质的好坏和他的境界的高低，实际上有赖于他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一幢房子能够造得高，最重要的不是它造得高，而是在它的基础。一个人的佛法要学得好，最重要的不是在于他读了多少本佛经，他听了多少次课，而是在于他自己前世累世积累的福德和功德。一个人有了基础，他才能学好佛。如果这个人的本质很坏，就算他能够进佛学院，就算他能够跟菩萨接上气，
但是给他带来的所有的佛法的深奥的功能都是暂时的，因为基础是最重要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一个人如果在监狱里，你让他学了所有的佛经，和一个本质很善良的人，你就让他学了一点点佛经，你看看是哪一个更有功德呢？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这个白话佛法呢只能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么台长呢在接下去还有一个小时呢，就是星期天的我们的12点半到1点半，台长呢继续会做啊这个悬疑问答节目，那么非常精彩，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好，听众朋友们，大家要记住了，学佛学法啊，要有正性正念。如果你把学来的佛法作为一种武器，作为一种工具去责骂、去压制、去说其他法门不好，那这个人根本就是没有学好佛法，切记之。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要学菩萨，学佛大慈大悲，要学佛能够原谅人家，所以能够碰到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你要多想想他是很可怜的，你一念他多可怜，你慈悲心就会生出，这是台长的心得告诉大家。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好，几个小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